十日報紙を買ってもらうと言うと、今日は自分の目標を見ると、自分の目標を見ると、
記得冇咧，冇間道啊，你金毛間道咧，組成就一個比較食劇寫劇本嘅，同一個長視影嘅兩樣嘅組合關係。咁當佢哋分開之後，大家會睇到有咩唔同，即係佢哋各自嘅作品有啲咩。嗰個組合係一個幾好嘅組合，因為我就負責審美，我拍鏡頭，你就負責寫劇本。你好識講故事，我亦都識用鏡頭講故事。但係你淨係識用鏡頭講故事，你冇個舊嘢咧，你又講唔到一個好嘅故事。於是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咧，可能係一個好事。咁所以我會覺得，即係點樣學識用畫面講故事係而家咁大家入嚟做創意藝術嘅，可能有啲同學都係本身佢都係想，我都係想做電影啦，做 animation 啦，或者做咩啦。咁但係